起家人唱到忍不住哽咽，金曲歌王萧煌奇20周年演唱会一连开唱2天，带来一连串经典歌曲。高亢浑厚嗓音让歌迷听得意犹未尽，第二场甚至还加码，一时兴起向台下征求女性粉丝共同合唱。1排9号这位朋友，黑色衣服的这位朋友，请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？老师，你是我的萧煌奇，我是你的 LULU， 你选到我了。啊，那叫衰。颠倒曾一起主持过节目的金钟女主持人露露，两人早已培养出好默契。烦人的人啊，老师你随时加进来哈。这么冲动的人向来听不见挽留，这世界大得让你很难不旅游。两人互动笑翻台下观众，露露大展歌喉，一首接着一首唱，让萧煌奇哭笑不得，赶紧把他带下台。一连两天盛大开唱，6200张门票全卖光。萧煌奇用温暖歌声陪伴歌迷共度耶诞。TVBS 新闻综合报道。请支持 TVBS 国际 Plus 全新频道，让您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接轨全世界。恳请订阅，开启小铃铛。